裏面是將這個應變計劃分為三級，即是戒備、嚴重和緊急，早前已經是提升到去嚴重這個級別。今天我在這裡宣布，我們將會由嚴重，即是 serious， 提升到最高級別的緊急 emergency。 我們今天宣布，我們將會是延遲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、幼兒園和特殊學校在農曆年假期之後復課的日子，去到2月17日。但是這個都是再要評估的，因為今天都不知道疫情的發展是怎樣。但因為這麼多學生一起上學，也都會出現了可能有高的風險，感染的風險。具體的措施包括取消人數眾多的大型活動，無論是由政府辦或者經過政府安排去舉辦的大型的活動。另一個措施，應該是第六個的措施，就是暫停所有由特區政府主辦到內地的交流、探訪、文化、體育的活動。